嗨，大家好！到潮汕地区每到过节的时候，潮汕人就会开始做粿。有句话咱经常听到，但潮汕子女会做年粿，日做粿必定会用到做粿的神器，也就是粿蝇。唔知大家较有研究过家来个粿蝇？那个粿蝇，一般是木质个，后来才有了塑料个。木质的粿蝇是使用木料做成皮，再由师傅手工刻上如意的字，加花草图文。潮汕的粿蝇有土蝇、圆蝇、丝蝇、八卦蝇、甲孤蝇等等等等。其他的土蝇是最常见的，比如那个红土粿，潮汕马地阁有。粿蝇顶本的图案一般是寿字纹，长蝇的寿字我以为长寿。这个寿字因为制作的方法过侪，所以到北端的粿蝇顶边，伊个字形也有走转。不变的是，伊拢弘扬了潮汕人民对长寿这个好意头的期望。遐有做粿蝇的外纹，或做绕来绕去的线，又有啥物奥义呢？这撮线叫做回纹，有帮人传了比较尖锐的效果，伊也相当着。富贵无完无了，你看这个小小的粿蝇也包含了咱潮汕人对生活的美好期望。